吃橙子的季节，做一个在欧美外卖点单率很高的中国菜——橙皮鸡。橙子大半个榨汁，鸡胸肉切块，放入蛋黄、黑胡椒、盐、蒜泥、橙汁和一些橙皮馅腌制。生粉、面粉和水调成面糊，将腌好的鸡肉蘸上面糊，再裹上薄薄一层面包糠。五成油温炸熟鸡肉，再升高油温至七成，复炸成金黄色。锅里放入酱汁调料，搅拌均匀。放入鸡肉，翻炒一下，盛出装盘，撒上一些白芝麻，摆上橙子片，一道酸甜可口的橙皮鸡就完成了，非常的开胃。我是丽丽橙，吃好一点，吃美一点。